公园原本绿油的草地而家变黄晒。National Gallery 出面的喷水池熄了，英国越来越多地方亦都开始被人用水喉淋沙，就连泰晤士河都缩埋水。我相信有不少人都会觉得好意外，为什么成日落雨的英国会缺水呢？好观 National Gallery 的这幅画应该是不少人对伦敦的印象，一个舞都。每次大家荧光望见到英国落雨又或者大雾的时候，就会加深大家对于英国天气真的很差这种感觉，所以第一印象真的很重要。玻璃幅莫奈笔下的伦敦，除了有大自然的雾，最主要的其实是雾霾。在19世纪的时候，伦敦是一个工业城市，主要靠烧煤去生产，工厂和大家家排出来的废气在无风的日子经常都会形成雾霾。最差的时候应该是1952年，当年最少有4000人因为空气太差而死亡。今时今日英国当然都会有天气差的时候啦，特别是冬天。不过伦敦昔日工业城市的日子在60-70年代之后就陆续消失，而雾都这个印象反而就一直在不少人的心入面。我不知道这些算不算是 stereotype， 正如有不少外国人都觉得香港是一个石屎森林，不知道香港其实都有很多很漂亮的郊区，在日常生活类似这样的心理盲点其实还有很多。我听得比较多的是黑人有不少都是坏人，越贵的东西通常都是越好，有钱才有真正的快乐，这个世界很公平，我有100岁命，加班就等于勤力，不加班就是偷懒。我自己其实都有很多类似这些想法上的盲点，有些个人的例如很稳是每个想在我身上我是一个失败者，又或者是我不是读书的材料。每当不好的东西出现的时候就会特别留意，进一步加深这个想法，而件事自然都会向着不好的方向发展，变成一个恶性循环。特别是当身边的人加多句都话了你不得的啦，这个时候是真的很难可以摆脱自己注定失败这个想法。除了可能会令到自己无端端不开心，也都会将一些问题复杂化，行多好多冤枉路。这个亦都是其中一个为什么要小心选择和什么人做朋友的原因。除了雾之外，英国给人的另一个感觉就是成日落雨。伦敦部分地区几日落淹大水，交通大乱。The French one, known around these parts as Storm Arwen, was a real humdinger with gales sweeping across Britain, leaving swathes of the country without power. 在欧洲来讲，英国的降雨量的确是比较多，一年平均雨量是大约800多毫米，最多雨的地方是 Cardiff， 降雨量差不多去到1200毫米。而作为雾都的伦敦反而是英国其中一个最少雨的地区，落的很多时都是过云雨又或者绵绵细雨，一年的降雨量大约是600毫米。而相反，香港单单在上年的降雨量就已经去到2300，我这样讲是香港的朋友都不要介意，这个降雨量其实都不算多，跟东京或者台北差不多。我就是想带出 stereotype 的威力可以有多大，特别是吸收资讯又或者假设的时候要好小心，有些想法是某些情况或者某个时段可能是啱，不过当套用在所有东西特别是自己身上的时候其实是很危险。讲回英国缺水的问题先，现在科技这么发达，既然不够水，为什么不直接一点整出来呢？现在有些国家做海水淡化，将咸水变成可以饮用的食水，不过背后依然有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大家日常生活入面食的和用的其实是完全没有反映到水的价值在入面。没错，大家要交水费，不过美的主要都是过滤和运输的成本，而不是水本身的价值。例如大家喝的可乐一支590毫升，不过背后其实是要用到35公升的水，一杯啤酒就要用到74公升，一件 T 恤2500公升，不过用得最多水的我相信很多人都不知道，就是肉啦。每一公斤的牛肉背后就要用到15000公升的水，那么因为牛一日要吃很多很多的草才可以变到这么大只，种这么多草要用的水当然就不少啦，如果计埋水的真正成本入去，麦记可能就做不起啦。而另一个更加难搞的地方是水是不可以好像石油那样做一个全球定价。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油价贵了，大家大不了不揸车，都可以主动去开发其他一些可以替代石油的再生能源。不过水是世界上每一个人都需要的东西，也都没有替代品，变成一个全球商品的话，买不起水的地方生存不到，到时个世界我都不敢想象会变成点。全世界的水97%都是咸水，剩下的3%只有1%是以我们现在的成本和技术可以接触到，所以我们可以用的水其实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么多，只是这个世界去到今日的运作模式，
依然都当水是一样免费资源，用极都有。不过我相信都有不少人依然觉得这些问题不关我事，特别当是家里一打开个水龙头就有水，的确是难啲可以感受到个问题在世界层面上的严重性。我亦都觉得要大家改变几十年的生活习惯又或者思维模式一啲都不容易，不过我都有一个好好的方法可以帮到手，不会影响自己得嚟，又可以悭到更多的水，就是多啲留意街上面有冇漏水或者爆水喉嘅情况，有嘅话可以上去 Council 个网输入翻个地址通知佢哋，佢哋收到通知之后，网上面好快就可以见到而家最新个情况，佢哋会安排啲人嚟修理，净系呢个动作悭到嘅水，可能就已经够自己冲一世凉，又或者食一世肉。希望大家会鍾意今集，咁我哋下条片再见。